他觉得 OK 啊，但10万人真的太少了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日后呢，到我们的11楼麦克精神生活馆追随我们的教练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啊，还记得早上讲我们的那个小帅的故事，然后一直要站在这里。好 ，OK，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小小新郎们。